讲怎么开始，害怕说错话，一直眺望窗外无关的景象，保持沉默和你的优雅，想陪你假装没事，天真吧翻开眼睛，现实却比我们诚实。我看过你说好一辈子，我看过你的无微不至，我看过你说想要时间停止，拉着我的手喊我名字。早上好，早上好，兄弟们，来了来了。快递拿了吗？拿了。今天不会弹投屏吧？会的。是你吧，你是上面的茶，拔了牙有不同的身价，场面的话愿有个好人家，忘了吧你忘了也罢。快递是拿了，但是我回家一看啊，发现我昨天一共取了八个快递，八个。一共取了八个快递，然后回家一看，哎，我就是这么巧，就是这么的巧，刚好把那个投屏线那个快递给漏掉了。我人都傻了。我真的人麻了，不是我不拿，不是我不拿那个投屏线的快递，我都让那个就是拿快递那个去收我的电话号码后四位去找，你知道吗？结果他没找，没有，他上面估计他是没看到吧，估计他没往上翻。反正呢，拿快递就很不耐烦，你知道吗？特别特别不耐烦，特别想早点关门。我操！我一拿完那个快递，你知道吗？都还没有达到，都还没有到七点钟，都六点五十几的时候，哇！他就着急忙慌的，快点快点，就一脸很不耐烦的样子。我靠！给我拿完了之后，立马哇，卷帘门一拉，啪！
动作就是这么的快啊。一把我快递拿完，他们是两个人，一个拿完了，一个拉卷帘门，我的天，生怕后面还有人来了。真的绝绝子哦！我就在那个快递的门口，我准备那个看一下是不是少拉了一个啥的，我在那里翻翻了一下，就在那里翻了我大概有十秒钟的时候，他们已经把门给关了。直接不给我留后路，直接门一关。打完打完，兄弟。追你小演员，我讲。真的真的，骗你们干什么？给我打电话呀，这个谢谢陈大大送的水星马车，谢谢。哎，我今天还得去一趟啊。打吗打吗，兄弟们。来呀、啊、来、啊。你堆裂的吗？什么？打堆裂的吗？不是，你看我这个像打锥链的吗？哎，兄弟，你是没玩过锥链吗？你看我这个淘汰分，他像打锥链的吗？你在瞅瞅。可以可以。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谢谢谢风神送的。三个春日来信，谢谢风神，谢谢明明的春日来信，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谢谢林夕小姐的春日来信，请准备。哎呀，干嘛给我们打？他不打，他自己一人打，坐把车了吧？小垃圾，这多少米啊？人能过去吗？高台应该可以，一千几，两千多，两千过不去了，不好过、啊，一千八。一号一号，你要自己走吗？要去冰雪。我操！我去拿个狮子吧，我们拿个狮子过来找你们。忘记跳伞了。有一队，有一队。不止一队啊！我操，那么多人。右三有人没有？有。我操他妈的！标记了一处地点。标记了一处地点。怎么不好飘啊？上次没人。嗯，我知道上次没人。得从这门板里面冲。他妈拿把枪过去，他妈突突，这不爽死啊！
好飘吗？这不好飘吧？怎么？差不多。不他们慢。哇，后面都没钱了，我操！谢谢麻辣火锅丸子送的饭卡。小布。啊。过来了。还有一个，我这里有一个二楼，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咚咚。别急，黄蛋，还有脚步后面。别急，后面吗？二楼呢？到了吗？底下楼底下，我这边倒两个，前方有危险，危险！第二点再倒两个，你要给他弄啊？哪儿打的？标点打的，对面，对面是吧？标记了一处地点，我人都没补，我操！我这边拉上来人了，标记了一处地点。你从这边，你从这边上来拿卡。这围栏这边有一个。能救吗？能救吗？能救吗？有人救。不好救他那。啊，能救，能救可以。他们都去里面了，看到没？他们往里面拉。嗯。有药吗？没有。我有药，给你地上丢了。下面那个三房有啊，你们小心屁股后面摸上来的人。嗯。那边有，那真人还是鸡？真人。真人。打谁呢？你们往城里走吧。来，走，咱们往城里走。那边可能还有。来车。那边那个图书馆还有人呢。嗯，基本有。前方有危险。脚步的。很残。要扔雷了。掉一个。外面。还有一个，OK， 来车了，扶一手，小心龙那边，那个车是不是绕龙那边去了？中龙有啊，
中楼有是吧？我给他丢雷。中楼大概哪个位置？我知道，楼顶。哪边打的你？就我脸上，脸上。你那后面两个。前方有危险。又炸倒了。顶吧，人不多了。嗯，等一下。这个雷爆了，嗯。应该没。没了吧？那边楼那边有。后面那个小黄鸭，后面有个小黄鸭。前方有危险。后面来了吗？对，后面有个小看到了十字里面要过点，要出门，要出那个门，应该是。没事，先拉他。哎呀，我操！你架，往前顶，你架，往前顶。OK，OK。嗯。下来了，过来了，大神，掉，好了，救他，要死了，我两刀，救我，我来了，我操，牛逼啊，我操，恭喜啊，去中楼那边，中楼有小布，对，中楼那边。掉了！哦，掉了！那边楼顶下去了，我操，跳下去了！龙了，脚步，标记了一处地点。我操！哎呀，你能扶吗？我直接去救你。哎不，我来扶不了了，你妈没了。我他妈的，不可防！我操，92的烟头，我操！没啥人了吧？嗯，应该没啥人 了。前面应该还有，刚才前面不是响枪呢啊，这不是打架呢，兄弟。嗯，狮子那边打架呢啊，狮子那边打架呢，你绕到龙这边可以。嗯。连个 WiFi 都没有。没了吧？不知道，这个人直接死了。龙拿了吗？我操，龙呢？怎么的？龙不知道，没拿。就五下龙吧。谢谢陈哥，谢谢陈哥的六年春日来信，谢谢。十号是个破绽。刚才延迟好看。嘎嘎倒，一直倒。他确实在一直倒。龙五了吗？他们五？哎，他们五了吗？没五吧？
我这里有物资。刘备进，我去拿一下。没有，嗯。那龙呢？龙不见了。做紧急呼救包回走吧。嗯，可以。我先填一下我的包吧，等一下。你快填。谢谢谢恒仔，谢恒仔的三年春日来信。这边包在哪呀？飞鸿击打不云烟，浑水金山之境。黑的吗？马上就出了，马上就出了。谢谢恒仔，谢谢恒仔送的钻粉大飞机，谢谢，恭喜升到19级，拜拜。谢谢谢恒仔的钻粉飞机，大姐。放伞包了吗？快跑啊！感觉你来不及了，快点，快快快！还要去那儿吗？咱们队友状态不好，队友都是手机的。去吧，去吧，去去。四号一枪倒，我跟你说。三、二、一，跳。这点不知道有没有人站，我感觉大60%-70%都有人站。有辆蹦蹦，在换车的，看到人。刷新一下试试，刷新刷新。去哪？找车吧。那边车库不知道有车吗？前方有危险。那边落了一个空的，多看一眼。我过去看一下有没有车啊？把它开门。什么玩意？这无中生机，有车有车，
好。妈的，不连 WiFi。那有人吗？没人，没人。哦。我那是掉血，摔掉血了是吧？你才不是人呢！轮女山的拳，在这待会儿吧。哼哼，Vanguard应该要来车的，怎么给扫一下？谁说我？我说谁？洗过了，洗过了，没洗过了。这杯水喝一下。我去隐瞒编队过来，我看一下有没有。小心点儿，别蹦的一下就没了。好家伙！我把他们你要遇到我们直接干爆。昨天去取个快递，把我手都给弄了。我就在你们附近转，你们待会儿扫他。好的，一共八个快递，四个大件的，啊，四个箱子，然后四个小件的，我就这样抱着回来。手都给我抱酸了，我靠！比健身还痛苦。投屏好了吗？投屏没好。有车来了，有车来了，蓝马。来咬我了！哎问谁呀？开枪这么早干嘛呢？你不能放近点再打吗？他不过来的，他去那个三号那边去了。哎，他可惜、哎、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吉普，你给他勾引过来，三号，等他放近点着点。停。OK。轮子爆了，轮子爆了，开车了，白色的，嗯、我给你再漏一个，漏下来一个，漏下来一个，落到马路上了，落到大仓那里。前方有危险，落到前面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我靠！着急捞我点人头呢，在我脸上，这里标记了一处地点。哦，听到了。嗯嗯，比如说性感，刚才怎么就动了一下脚步，我还以为你们的呢。山上有落人了，上。吉普那队死完了，死完了，不知道。吉普就两个死完了，被我。走吧，上山吧。
三三三在打架，拿个包吧。包你想舔舔呗，想舔舔呗。我动下车。没子弹了。嗯。三三在打架。OK， 看到了。这脸上好像就一个。舔。走。脸上好像就一个。哎哎哎哎，慢一点。标记了一处地点。这个火力压制没事没事。两个两个。你架住啊！好几个啊！飞行了飞行了飞行了，刚倒了。这儿待不了，这儿待不了，往后走，这儿待不了。不好待你的位置，我马上封烟。刚倒了，兄弟。没了。扔雷了，往后撤一手。不掉了，还有雷吗？最后一个在上面吧，你小心这边，小心前方有危险，小心这上面。谁死到这个？不是，不一定一队啊。显示灭队了，好兄弟。嗯，不一定一对，说不定是山脚下啥的，听咱们枪声摸过来了，注意一下，咱们这位置下坡这儿。这个对对。好，行。P90没多少子弹了。这是个笨蛋，这是个。柠檬黄的樱桃送的办卡，柠檬黄的樱桃，嗯，为什么柠檬会黄的樱桃？怎么着的？往上走一点吗？不是，不用往上走。我跟你说，你就在这个地方踩着。看上面，然后我们在这个底下看下面，你在底踩着看上面。嗯。标记了一处地点。有人，上面来人了。上面来人了吗？啊，满编。看到了。掉一个。嗯。嘿，我掉，怎么打药打了取消了？还没圈进呢，再圈吧，他们呢？好像再圈是吧？继续停车了。
你们倒一个，他们肯定干拉过来，我直接干。被戳了是不是他们？你别打啊。空气墙，他打不到底下。哎，打啥底下呀？都大哥不在圈了，还在打底下。他们在圈吗？他们那个位置在这里，在扔雷了，又打一个，冲那得冲那，看他们丢了好多雷啊，小心。他们那不在圈，咱们这儿在圈，再一点，再一点，你不好顶，这怎么顶啊？你不进圈了吗？他们打了好多个了，扔烟过去它炸了。 OK， 换个队伍，不过他们玩了。我没开麦吗？没开麦吗？那没事，反正也不和他玩了。Okay. 你们玩，我溜了啊，拜拜。嗯。哎，这不是好兄弟在吗？拉他来玩玩。深海大棒就行，打吗，好兄弟？7000分了，你怎么这么快啊？你没开麦，兄弟。喂喂。早啊！我说你怎么7000分了？你都，我好早就7000分了。那你那兄弟呢？你兄弟不打了吗？他打单子。打单子好去了。嗯。你不叫他一起？睡觉呢。嗯 ，OK 啊，那你打吗？打的话，我再拉一个人。打，你拉呗。OK 啊。陈氏，你有人吗？陈氏。死我。还没睡醒呢，那招募一个吧。昨天去玩卡丁车，给我撞一下藤索，头没撞破吧？没有，是给我皮蹭破了，屁股，我坐在那座位上，嗯，我给我撞一下，然后脖子也好疼，今天。就感觉就是真的开车撞车了，四十度。
激啊。你有点刺激啊，你这玩的和谁去玩呢？女朋友啊？你应该把女朋友放你前面啊。没有单人呢，他要和我啊，他和你对撞是吧？他要跟我跑，那种可以开好快那个。嗯，打不了啊，那个，你走吧。那个三分钟，哎，非要我动手。这些人就那一两天淘汰声蹭蹭往上涨，嗯，一下全部比我高出400多分，我吐，猛的一批，就那两天没打，然后就我操，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是不是他们打特种也加那个淘汰声，好快呀，真的快。有麦吗？打不了。麦有麦。OK OK。开了开了。不打不打不打。啊？怎么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打过谁呀、啊？和哪个？那个 UZI 吗？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OK， 叫我恩少好吗？昨天他又来说了，不能叫恩少，不能叫恩恩，今天就叫恩恩哥哥好吧？叫恩少好吗？恩少。昨天那个又有人来报信说不让叫恩少了。你这个大婆。那个昨天恩妹来说不能叫恩，也不能叫恩少。哎，等一下，大家和我们抢，我靠。OK， 有人对切。完了，我操，哥。我操，好惨，瞬移。别补我，大哥！我操，被外面的偷了，哥！大哥，不带你，大哥别补。我队人被偷了。半夜不带你，打死！半夜别补，哎呀，给我补了！我去。
我操，我裂开了。有人送我车。药还有吗？中了，我回来了。好像这有前方有危险，就是我操，我摔这么疼的吗？那你们打里面吧，我把外围给抓住。脚步，脚下这一栋。一楼，一楼，花坛。你那边还有人吗？看到了，外围还有。前方有危险。倒了吗？没倒。哎呦，我这边给他拉起来。OK， 去帮他。右边先不管，可以帮他。还有几个啊，好兄弟？没了。没了吗？嗯。OK， 去那边吧。啊。啊，外面还有。没事，我这边我自己能搞定。OK 啊。好的，这个树前方有危险，那个树是吧？那倒地了，哎，还有还有，是救气，我操！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搞了。倒的呀，这是没了，没了。嗯，但是被迫还有人，能救吗？救不了。嗯，这前方有危险，我吐。这三前方有危险。嗯，可以。中楼还有人，中楼倒了。嗯，我这里好像还能抢救，哎，我过不来。嗯，他倒了。哪里还有？有两个的。飞过去，我直接开飞过去。
救不了，救不了，救不了，这边还有。哦，不被被迫的人错了。这圈里还有人，哎呀，车跑了，我这下面。打起来了，三号过来帮我一下，你有卡？左边那栋楼，二楼打架了，怎么走？嗯。下面斜坡还有，不知道他上来没有？看，我听到一个车走了，一个轿车走了，往我这边就坡开走了，然后去哪了 ？OK。龙，你们舞完了吗？嗯，不知道，好像没舞吧？没舞吗？我舞个龙呢，我觉得。你们出来了，龙舞过了，那跑了。哎，我差点掉大分，我丢！那个人蹲车，我丢！直接给我打了剩一丝血，出去追个老六，被直接溜死了，连打带补。还好。零杀的吧，我哭了。每天睡醒第一把、第二把都不顺呀，什么鬼呀？我昨天就打了两把，打了两把度假村。我操，还有，还有老六，嗯，还阴我呢，在这个前方有危险。我就是被这个人阴的，真给。好，给他被迫蹲的，真溜！这把人跳了很多，好多老溜。还有啊？还有，我操！还有。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最右手的。倒了，倒了。OK。还有吗？不知道。我过来了，反击了，我救他吧，我封烟救他，没事。哎呀，这么多老妞啊！可恶，宅总，哼，我这把一杀还掉卡，我去他六舅。这把我加不到什么分了，我每天睡醒就必掉大分第一把，这是为什么呢？我去五个狮子，不知道呀。哎，还有桌布，还有啊，我丢，我不敢进去了，我没卡，我在这溜着吧。人机我掉。我也当不老六吧，我等你们舞完狮子放小猫一起走吧。嗯。哇，你杀了多少个？16个呢。什么鬼啊？16个，我去！你这出去不得杀30个呀？嗯，要杀得到才行。还有40个人呢、啊。你直接跳，我就杀，拿车吧。Okay、有龙吗？没有龙。我包都没填，我填上包，我填包的时候不是60吧？嗯，60个。我。嗯，等你们吧，不需要东西了，打架算了。
等我那么填包给六四，白白狗这么久了。要点上一个去。有大狙，还有大炮，要不要玩一下？画伞包吧，走吧。我操，怎么连药包都没有？药包，我可以给你分一个。我看这二楼包有没有？这个没有。哇，有没有扩容？来，地上我丢了。我看这个包。等我。快快快！那个包我舔过。有有有，走，快快快！十四秒。谢谢瑞子 YYDS 送的办卡，谢谢。没，快上瘾了。我不会被毒死吧？毒不死，走，去找他，他有车。直接跳他那里吧。你跳连上吧，连上有车。就我掉卡了，还就我杀对手。啊，你也掉卡了，那还行，是我一个。我落地就掉卡了，我在钟楼追着那个人打，我就。放我个药包。地上。我有个三倍，要不要？有，不要了。是左边封烟，左边马路封烟，前方有危险。可以抽，他们应该打小机车了，走了吧。刚舔完小机车走了，估计刚舔完吧。那应该估计还在前面吧，这个小机车一打一路，应该人不多打的。我拿个泡面，我舔把枪，我还是把幺六。后边有老六，谢谢瑞子 YYDS 送的办卡。对吧？去，空投落哪了？谁空投？左边找。前方有车，可以抽了。小心左边防区，小心左边防区，那边有车。OK。你们人不多，我直接顶了。我能打。反正这队很呆，很多三四个，但是很呆。三个，很呆，但是他们这局我就勒。四个人，楼上全在楼上。嗯。到了。很呆。一楼有人。我操！没事，我有自救。他没在自救，房子里面还有。到两个，我知道。死完。死完了，这个、那拉我一下，拉我一下。一枪，别可以死的，别自救。OK， 一枪倒，一枪倒。打一枪，他打一枪头，他就倒了。没有，我打了好，我 M 四打了四枪了，不打。我打了一枪，下面有龙闯，
有龙的可以开龙去打龙。那个水塔顶上标记了一处地点，左边的房间应该是没人吧。看到啥了？不知道。需要等下拉开枪把他干了吧？有龙吗？龙在谁那？谁捡的吗？我这里。嗯。直接拉到后面去。也行。这个大堂底下感觉就能撤了，这两人就撤了。前方有危险，撤不到，撤不到哥，撤不到。带我，带我。大堂底下就能撤到，这个就是山坡。好了，他救不了了，不用管他了，走吧。高架上面有人，高架啊，哪个上面？高架，高架 ，OK。那你下，我转一下。高架，我能直接干他吗？别！被打了。倒了。高架掉。他妈的，这里还有个，下面有，还有自救的吗？房区里面。OK。你补他呀。敲了个雷。二楼。一枪倒二楼，打了他家跑了，很烦。死了，死了。一枪倒。六倍，撑起一下。你来开吧。给他三号，你把龙。我来。坐你车吧，我坐你车，你把那把龙给我，龙给我。哎，那个金马是我的吗？刚才打架那个房间也挺一个金马。对。有空。上面有车，二，好像刷的吧，四房，你刷的，你刷的，哎，这个前面有狮子，我前面，狮子，前方有危险，来了，狮子，上面有标记了一处地点，
车上面有人，车上面有人，你们那个车上头顶就有人，不要在那边。山顶上，我可以抽他。就看到，哇，海边还有，海边还有好多。海边倒一个，来猛攻海边就两个，我直接开龙攻他了，他开龙去救人了，哎、嗯、两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这个龙跑了，一下子，我这人头他自救起来了，没救吧？那还倒地的。嗯，他还是倒地的，他们是不是还有只脚？不可能呀、啊，他不是灭队了吗？灭队了，灭队了。Okay. 我要这把纯正打工的。我放闪包吧，没龙了我。算了，直接进去吧。我们车还是好的呀，看你们车吧。好的呀，看我们那车吧。嗯，有油吗？把那桶油捡上。我有，我有，我身上带的油。我填个子弹，没子弹了。走吧，我加油。迷宫楼有人了。OK。前面空投，我一直落水。楼顶没看到，有人，有人，是两只，摆阵是不是？外面，隔壁隔壁跳下去了，这个是不是在厕所？厕所门外开的。我这边蹦蹦跑了，蹦蹦跑了，他队友开蹦蹦跑了，听着，前方有危险，没看，嗯，走吧，干他，干他，干他，来了，看哪个房子？前方有危险，下一枪了，标记了一处地点。土匪，土匪，算。打架呢，他们在，快走。带我走，走。三层楼，三层楼，倒了倒了，那个楼倒了。哎，怎么用不了卷轴？死完了，死完了。现在丢什么？他丢了好多东西，小心点。他一直在手里拿着东西在丢。差点又踩人。想救哦，真是好队友呀，这都要回去救，不抛弃不放弃，最后一个了。恩哥哥，我不想吃死鸡，带带我。
我不想吃死鸡，等我被老子溜了。这貂看。前方有危险。蓝吉波尼。这去哪儿找啊？最后一个。那狗的三十三分加五分别看什么还掉淘汰分还掉了一分淘汰分舒服啊洗个手去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我第一把加多少分他这一把加二十一二十一啊两把二十一那就是四十二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轻点啊退一下吧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加油特种兵全等等等等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这把撞了一个秘密你们在干啥呀你怎么不去当编剧呢啊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嗯跳龙的大殿前方有危险中间很卡的你的枪都捡不起来哦没人抢得过我们是没人我们但是我们瞬移我跳外面了吧
太卡了哥。打龙之城不能跳中间呀、啊。台上面等一个，我这边好多、啊，图书馆好多，等我，等我帮你们，我们打一个地方吗？来试试。狮子这玩意儿，我靠！我们一人打一个地方，这不堵吗？楼是不是没五啊？五了，我拿了。OK， 把这狮子干死！我操！待会儿我们去帮他们。吓死人！这不死，这个逼到底有多硬啊？这得两个，哇，人麻了，我操！我操，怎么还有雷啊？咱们要不要回去啊？嗯、我这不是可以救？血亏，我也血亏，一个人他没打到，还被雷炸跑了。这有棒子，要不我来接你？接一下，接一下。嗯，谁挪了一下？这个人是不是不是我，等我，等我打药，等我一下，哥。怎么穿了钢板、啊？我干嘛？正好打药。跳我们楼顶了，没事。二楼，你打药，我搬家。不止一个，我丢，外面还有。后面还有，这个楼二楼。前方有危险。我在上面，伏地魔，伏地魔，这呆瓜，老溜。我就说怎么还挪的是，很多老溜的，哎呀，这包有六倍。嗯，还有人、啊，你们还憋回来了。嗯，这我们先打完吧。没事，没多少人了，你们可以去中路苟着。来，我们直接开龙游过去吧。他四番，四番有人。嗯，要不把龙给我攻。下面，围墙下面。哇，这还没倒，
我去到这句，我是真马雷雷，我知道了，我操，无语了，我真无语了，我是真菜呀，都没给他打倒，没了是吗？有，还有，还有，还有，要不要去啊？咱没卡了，上上还有，就停这个四方了，上上有，前方有危险。完了，我现在菜的拉闸。我飞不回去了，我没车，我这附近。找个车。外面危险哦。他妈的。没事，我等你们来接我吧，我这边没车。这边还有死人的盒子。刚刚那边响枪了，人在哪里？啊，被那个麻瓜给打死了。要不我开龙排一下吧，我感觉还有老六。哎哎哎呦我操你个 DJ 啊，失血护驾，哇等一下，哇操，老六是不是他就趴在我隔壁，我操，我们俩我离了个大谱，哦好流你知道吗，你我真的惊了，我靠，走啊，我们去排一下，我真是离了个大谱，那个雷怎么这么快就爆了，哦刚才跟雷炸我的都不是那种伏地魔，嗯我都服了，我自己菜了，骂枪了，这被那个人打倒了，我都无语。有毒啊！前面几把就得掉卡，吓死我了！没有，我舔包去了。你跟我上把一样，我上把也是下被一失，被一失血被蹲的，差点被打死了。我舔中了二把、嗯，太吓人了，这些老六。五个狮子吧，有毒没事，等你们开龙来接我。你们等我就别那个进去了，开龙进去嘛。我这雾视镜没车，你们杀的包呢？你们杀的包在哪里？就刚刚放你上来的那里呀、啊。哦，这边不是还有包吗？标记了一处地点。这把不会又要掉淘汰分吧？真无语。你淘汰分多少？我6300。掉不了几分。上马就掉了，上马，上马掉了一分。掉不了东西，我操，这个新马丁是你们换的吗？不是，我找到车了，我找到蹦蹦了。来人，给少爷换条裤子。你们出来了是吧？那我就不进去了，了我就先变着你们。自救器已经不知道哪儿去了。我舔呢、啊，刚才我不就是在舔自己包吗？我操，这附近有人。那你就往我们这边开呗。没事，那U马匹好像是我听到个枪声，不知道在哪打的。好像在打小鸡车，马路上。他打小鸡车，快快快，来我这！有一队人在打小鸡车，完了，来咬我了，麻他！往我们这边开，你往我们这边开，我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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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路上贴小鸡车的包呢，
前方有危险。马路上，马路上可以过来抽。对，我过来了，一队人。你在山上抽吧，山上可以抽。我在山上抽，我看到。一个没有，死完了。我拿了两个助攻，三个助攻，嗯，死完了，枪都没开呀，我操，没被禁。枪手被禁，这车是不是要炸了呀？没有吧，没人打什么车。是好像笨蛋。哎，我把二脚丢了。来，我能杀最少杀一个的。他们不应该有单头单甲吗？他把我挤下去。小鱼车。哇，这个包最肥的包没人填，只能填穷的吧。龙呢？龙呢？把龙给我吧。你还要玩条龙干嘛？你直接跟队友一起上车就好了呀。你非要开条 龙？你开龙有什么用啊？嗯，等会别人咬你，你还手的力气都没有。差点要吵起来。开龙找人比开车好呀。你哎，我去，不都一个屌样？要吵起来了。吵起来，吵起来，吵起，吵起，吵起来！哈哈哈哈！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凶他，凶他！那我上你的车让他开了吗？我给计算员那一桶。让他捅油。你不坐车上吗？你怎么还丢上油车？我加油啊！不加了。说啥？你等一下，我们换车。嗯，没事，我等空投，空投落了。空投落这边了。有人。人机吧，好像。嗯。嗯，记住了。啊！这人吗？我操！你网速比我快。没有，我没看到他，我打在你身上。你说是开镜的？对呀。有车骨他好多车，我这马那个吉普车过来了，人不多，一个人。他队友应该在谷仓，他从谷仓开出来的。OK。哦，谷仓好多，好多车。前方有危险。两个队。墙角有一个。看到了。抓不到的。后面，后面。我都。啊？什么鬼啊？
你在那边后面抽的，后面都没人，我一直架着的。你怎么死了？你怎么死的？我不知道呀、啊。啊？就是被那两个。你说被那俩连杀带捕了？那这个这有个缝。另外一段还有个缝。你被那个缝给穿死了。另外一段还有吗？他在开全麦啊，他在全麦在那说组队，应该盒子吧？嗯啊，他不敢打是吗你啊？我看一下，妈的，我看还敢跟我跑，有没有人知道？怂逼，没看到垃圾。二楼没有。我有后山有人吗？这是后山在开枪，结果是你在开枪说。你在骂呀？你骂呀？你骂我呀？继续骂呀？走吧，怎么不说话了？后山没人，我一直架着的，他们都没出来，就在那个位置把你补的。没有，我听到后山有人，我以为后山有来人了呢，我就赶紧。后山我的枪，我再给你拿铁子。那他是被那缝给补的，那个缝，那条缝，谁给他嘎了？逛到没人捡好像，没空。你开吧，我捡个指甲。这个嘴巴有用吗？有用啊。哎，有指甲钳。嘎嘎有用。只要你敢骂人，只要我敢跟举报，就让你开不了麦。让你开不了麦七天或者三十天。大哥，你一个月都说不了话，连打字都不能打那种。前面这个厕所有一辆车，山头这个厕所没有啊。刷的好像是新车，你们可以换，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这蹲。厕所有人，他在蹲这个车呢，老六。我把你们再转到这收货这边还有。这个炮楼估计应该有。没看到，快递拿了呀，拿了，但是漏了一个，哼，漏的那个刚好是那个数据线，要不要看看？前方有危险！不防区有人。有车但没动静。单个楼有人啊！迷宫楼我看到有。迷宫楼有，迷宫楼，迷宫楼二楼看到了，趴着的。兄弟们。我操，等我，我可以上二楼。关机。哎，我刚看，啊，就他，就他，灭队人。可能还有一个。海滩有人，海滩。哎，这个头是你的吗？不是我的，是你的。这个大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贴他脸上打的。
海山楼全是二楼，海山窗户打的，海山有人停了车，嗯，后倒车了，我看我在这个山坡能不能抽，两辆双人跑车，或者你们帮我架，我直接飞落地，落地有一个，房里有一个，你帮我架，我直接飞落地，你飞，你飞。屁股屁股屁股倒，两个都倒，来帮我，直接来帮我，他就在楼里，五秒钟这条龙开不上了，来呗，你们这你们屁股有人是吧，你来打完药我们上，没事，我就是这个，我可以把它雷掉，完了，我这个你们不用管我，我帮你们把它吃了，就停着。这边有狮子，我们车头。我来了。一个吉普，不对，一个特斯拉，一个狮子，还要上山的山头。车没油了。停，没停，没停，他们往海边开了。我加油吧。顶厕所，他们停到那边上的，直接顶厕所。没油。我加一桶。OK， 我顶厕所，没事。是来我脸上了，咋的？直接给他射杀，倒一个，边倒一个，海边还有，这个车后，我操，我吃雷了，车后前方有危险，去救人去了，狮子卡厕所了哥，好了，牛逼。前方有危险，坡下坡下，这个在坡下，他掉下去了。哎，我扔那个雷出去。下一个在坡下坡下，我听到脚步了。嗯，对啊，还有人，就烟里面。啊，他把我人都丢下了，烟里就一个。我是一队的，这本来就一队。哦，烟里穿倒一个，你脚下的烟，他这个前方有危险，暴击伤了。我刚刚想进厕所里，他那个雷埋在我脚下，丢。嗯，有一个。是打不死他们。你小子是真能潜，估计他太潜就要死了。休息打工仔，我天。嗯。老表，看到是个人机。看那个左边那个厕所好像，嗯。标记了一处地点，那个木厕所上有一个人。木厕所。前面，左边。哎。木厕所不带圈。啊，那也不带。帮你。还有。
倒人，还是倒人。这个二楼有雷啊！摔下来了，看到了，摔死了。这有雷，这有雷，前方有危险。这位置有雷，这位置有雷。最后两个，最后两个。这厕所门怎么开着？右边伏地魔。啊！想停车的。想停车的还抱有一丝希望，你没看着？是我想多了。这看不着，那我也太瞎了吧！他故意要一个队友带房去啊，他不是真实的。过厕所好像，哦不，那个厕所。厕所吗？前方有危险。没人，没。应该在房区，他都趴到房区那边上了。下面摩托车，前方有危险，还开吉普车，加零分，零分，零分，什么鬼？零分，不可能吧？零分淘汰分，你这个大仆！老掉卡，哎，我加了六七分打的人还行，嗯呀，三十星了。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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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助攻，我打工仔。就因为在龙狮城嘎了，所以成打工仔了。报什么名啊？谁跟你说比赛是三月四号呢？没有收到通知，你们那些小道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啊？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不信谣不传谣，各位特种兵请准备。该点外卖了。
去。你怎么脱离了呀？有一队。要和我们抢。跟我们抢。一人一个房子。要抢。他没有我们快。我先中间那个。别插手。我操，一个没有。啊？就没了。那我还以为飞不到呢。哎呀，我靠！点上好多。哪呢？上面。头上头上头上上面上面干拉的，刚落闪的，这儿有，前方有危险，我的，刚才我看的密密麻麻，我得拿了把枪去，去他哥的这边有。标记了一处地点，人头！哎呦我操，外面四个！你怎么嘎了？嗯，对啊，这得傻的，我都没看到他打我了，只看到。前方有危险！啊，我捡个包，太穷了。哎，四个呆子。三号，你直接在那个山头打他们就好了，他真的是个人机一样，不是人机你骂我，真的这么狠啊，这帮呆的，真的呆，下面我看到了，围栏上。真的是个人机，我他个跳下来，这里一个人落他脸上了，吓我一跳，差点嘎了。有龙，嗯，好像飞围墙了，上面围墙，你小心。我
感觉他是跳到那个围墙上了。我一直闭麦在交流，他们刚才在我们围墙，他们贴过我们围墙了，他在叫我们，你们小心点房顶。我靠，我一直在闭麦交流。二楼有一个，对对，一枪倒，一枪倒，打到头了。哎呦，哎呦，听到了。房顶在前面，房顶，对，这个都是房顶。前方有危险！倒了，倒了，有人50，我这面前。还有，隔壁那栋还有。啊！就不死。倒了，倒了，倒了，三个全倒。我怎么铁柱的？哇，帮硬，我靠！十台还有人，十台刚才有人50，刚跑了，但是我听到那个动静好像，他们是不是有龙啊？好像是有，我听到是看着龙的声音。对啊，我刚才也听到这边这个人有个包有龙的，点一下。他应该是房顶的吧，房顶上的人。我去看看，有人开伞包跑路了。也没跳到房顶上，服了。房顶有龙吗？嗯，有。OK。有没有冲锋枪的扩容啊？没有，没打冲锋枪。这人，这人，这人，一队，小一点，打了一个人机，看到我在这里跑，这对小呆呆很呆，这个开车跑了个，我操，开蹦蹦跑了。就一个人，他跑的就一个，不然有没有队友？嗯，没上去。跑的是真快呀！开着蹦蹦就跑，我想打他后台没打掉。拿个闪包吧。OK。有人，我丢，先打掉吧。不是，我听那个在围墙嘛，很近。人机。OK。这还有人机。点外卖啦！点外卖啦！今天吃什么？
哎，我脸上落一对，你们杀的是吧？等我们马上就到。马上来了。马上到就行了。一边。OK OK。玻璃房，先把玻璃房打了。吃什么呢？谢谢蓝右鸭送的半卡，谢谢。那我们这套玻璃房房间。前方有危险，走，直接飞玻璃房楼顶，我们先把玻璃房打了。 OK 啊，你被狙了一枪吗？没有，他 AK 打好远，给我头打吧。楼顶有一个 hard 的，楼顶有一个，我直接坐他脸上。前方有危险。就这两个，没了。哎，被捡了。他 AK 是有背景吗？有。对不对，我就说怎么把我头干爆了。这边困住在前面，来地上龙龙到，点个外卖吃什么？我看到没？嗯，打药，丢个大包给我。前面有个红包，前方有危险，可以扫他，感觉把布出来。看到我们了，那平原上怎么才接了辆吉普啊？我梦着，轰炸区。真的不知道吃什么，丢个大包丢地上。